让群众满意就是我追求的目标。通过你的努力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的时候，很欣慰。不治安工作做不好，对不起老百姓。通过我的自身努力，规避了一些事故的发生，这也是我做工作动力的一个源泉。我们要保证每一位都有公平医疗的权利。把对党忠诚实践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。咱们福蒙县这块吧，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县，辽宁省边界北边就是内蒙，全县的人口74万，蒙古族占20%多，这地方经济上呀相当于落后一点。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这属于承包地，你承包地被占的时候要享受什么政策呢？有什么建筑啊，包括一些树木啊等等，这些东西是归你的，要合成钱。国家征战的时候你要得多少呢？你要得80%。从小就在这儿，我是这个地方是土生土长的。那时候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，因为我们家八口人，过去呢就我父亲一个人上班，那时候生活特别困难。我就当兵去了，在部队呢我是电影放映员，是这个地上的辅照物。我84年就到司法局了，这些年反正一直从事就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工作。啊，有不懂的可以跟我们联系。对，完我们给你这个给你解答啊。那刚到司法局的时候也挺难，因为过去我们也没学过法律。后来我就下决心要跟老同志学习，完了主动申请跟他们下乡，边学边干。对呀，好使呀。我从小就在县里长大的。对农村的工作根本就没有经验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老太太，你别摸他。不但有些事没给人促成，有时候还行帮倒忙了。这遇着棘手的事儿时候，在家急得直哭。他没给你当兵吗？不是，这得当。工作量最大的就是在97年的地改之后。你像在农村呢，都是。这房挨房，户挨户，地挨地，垄挨垄，甚至亲戚套亲戚，纠纷呢也比较多。你要说多地柴火吧，说人挡道，这也不行；说盖个猪圈呢，说刮风有味儿也不行。还有什么鸡刨园子了、猪拱地、狗咬人、牲口吃庄稼等等等等，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但是你要真要是处理不当，就很容易发生民转型的案件。那这事儿吧，都得让着步。你不让步咋整？是不是？不是不让步，你不是吗？这个地已经这样了，想留下？都答应你了，能不给你办吗？土地是老百姓的这个命根子，说差一根垄，有的时候差半根垄，这不行。什么什么土地局您都找过了，因为这点事儿已经记了很长时间了。完了，你给我介绍究竟怎么回事？我讲，咱们都在场。咱们把这事儿啊，今天摆在桌面上，然后我给你评评理。喇叭写着呢，那没有意义，不喇叭有证据啊，没有意义。我都证据了，喇叭你就是。我跟你说，你坐，我们也不知道哪块地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人家学送了的。是我这多少年了？我理解，这是你他两年怎么自这个大个的？我们想也想。通过你们这些司法部门明白人给我们解决一下，是关键他没有，他没有证据就乱说。我理解啊，但是啊，干啥事儿你得有依据，法律讲依据啊。对呀，咱们尽量是都是住在一个村上，这讲话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而且都有亲属关系，咱们尽量啊，别这个动手，啊，刚才我也说了，你打输了你得住院，你打赢了你得进法院，是吧？那有法律呢，最后都得承担法律责任。啊，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都消消气儿啊。最后一点，咱可以通过法院判决，但是能调解的啊，尽量调解。作为老百姓本身都不容易，本来就挣的就不多，就靠这点地生活。然后我们过两天，我们马上就下去，给你们我带着皮尺啥的，根据你的抬杠，把这地都给你好好量量。干人民调解工作就这三条：费嘴、费腿、费水。不是说三句话两句话到这块就能调成了。给我的全拿出来。
你想翻我的地，连寻思你别寻思。要搁我去，我到那嘎就几句话，愿干不干不干拉倒。我说这不行，你作为调解员，谁有理谁没理，掰开饽饽说馅儿，要把话说透。去了首先要听，要耐心地听人家群众的诉求，你不让他说不行，他憋在肚子里，他要发火了，泄气儿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全给你，兄弟们，他怀恨在心。在他说的过程当中，他就会流露出他想达到什么目的。情在前，理在先，法律约束在后边。人是有情的，而且你要讲理。您总理，您俩亲戚握握手吧，您来。说。2015年处理一个邻里纠纷，那是民转型案件一触即发呀。那赡养老人，那是儿女应尽的义务，那也是咱责任。咱下一步就法律了。如果说你走到法院，有几个说不赡养老人你能赢呢？哎，又通过这些这一连串这些这些说法，基本上都能把他说服。搞法治宣传也好，搞人民调解也好，你首先要懂法，用法律才能说服你群众。咱们说出去的话，人老百姓都会记得，让老百姓能接受，心服口服，很多都是需要时间。这就是农村的主要菜，这土豆，对，完了白菜，白菜，地瓜，地瓜，对，把这个群众的工作要做到老百姓的炕头、田间地头。我们的工作是啥呀？都是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要排查、化解纠纷，再一个是发案之后，那事儿就大了。我们这个农村的地方，农民们没有手机台。我这手机是从来不关机的，随时随地都行，可能给他打电话。左边这个是水泥厂，只要是我们抚阴县这个范围的，你都要去。最远的75公里，从东边走到西边的话，基本上搁我们这到沈阳的。最多的一个案件处理了5年，接待了110多次，来了以后就到这里唠就半天，而且他们家属还不是一个来，今天你来，明天他来。这跟龙班轰炸似的，这家伙是最后还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赔偿。住建呢，这在福蒙县这块有点小名气，所以说大伙儿愿意找我，就在我们这嘎达知道我，他一般都很少叫我名，都叫彪哥，这也是一个尊称嘛。半个月那样式的，就是啥都不知道。半个多月，人是不行啊。咱现在恢复的也挺好。这还是在你不懈努力下，反正。遇到司法那什么调解那什么案子啥的哈，就找他去，找彪哥去，到那保准好使。就是你们发传单，就做那个什么，对对对，不有那个普法宣传前宣传日，哎，我就发现一个传单，我说先报试看，去问问去呗。哎，就那样，哎，热情招待我们，到时候先安稳我们的情绪，然后就开始，你让坐下一步一步教我们说的，你走这个程序怎么走。两个老人总生病。哎呀妈，我可没有现在这日子呀，那家还当张哥那家扶持我们，哎呦天，哎，最感动啥？节假日那前我们送啥？那肉了、大米、油面，哎，全往我们那块倒。哎呦天，我真是，我现在又想起来那，哎呦天，真是当之无愧，知道吧？好人，让群众满意就是我追求的目标。通过你的努力，维护人家的合法权益的时候，很欣慰。不这样工作就不好，对不起老百姓。通过我的自身努力，规避了一些事故的发生。这也是我做工作动力的源泉。我们要保证每一位都有公平医疗的权利。把对党忠诚实践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。和你玩那些人来吗？没有，没敢来。现在基本都在农村的，上外边晒晒太阳。啊，也总。在外边一坐挺好。陈燕老师，2012年的时候，他在矿山打工，在下井干活的时候就遇着塌方了，他就造成了高位截瘫。事出了以后啊，矿房当年是给了35万元的赔偿款，医疗费用之后剩下15万多元就被他这个前妻给拐走了。这功夫他非常着急，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救命钱。后来我们就开始找他的前妻，也是通过，讲道理，
他媳妇儿承认了这个钱是他拿的，偷摸把这15万块钱给送回去了。我在这事儿出了之后，我们就是和这个人啊解成了帮扶对子。而且有时候我这个下乡办案时候，或者是调解去，路过他家的时候，我也到他家去看看，这些年没间断。对，因为我已经现在丧失劳动能力了，这就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帮助。就是咱们拼死拼活，你何时命你也要不回来，那消停给办理上了。确实是为老百姓办事，打心里往外的十分感激他。就到这儿了啊，辛苦你了啊，好好的啊。哎，好好好啊，放心吧，张局长。好嘞。我跟张局共事有11年了，基本上年休假没看他，就是完整的休过一个年休假。当事人说，比如别人哈，怎么劝怎么说都不行。然后一看张局来了，彪哥，我认识你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，我就有底了。他有自己独创的标识法嘛，用这个方法他就是可能别人很难解决问题，到他这几下子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。挨骂说有过，我还挨过打，说句实话，让人围攻的时候也好几次，有时候你自己找平衡。我就业余我挺喜欢那个写字画画，这也是一种释放的这么一种渠道吧。你即使是不愿意听你也要听，不愿意做你也要做，因为我干的就是这工作。剑拔弩张的场面咱们平息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值，不仅仅是群众满意，自己有个成就感，逐渐的我就爱上这行了。然后你把这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子，这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都在场，咱们就今天把这个事儿呢，我给你们评评理。再一个，调解员本身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调解这个成功或者让群众满意，实际上是很难的。但是你要尽量做到心要放正，一碗水端平。代表公正的都使用天平，如果说你有一点偏了，那么可能这头就要低了，那头就要高了。说有个亲戚的或者什么带着什么倾向性去调解，不会调好的，他也不会服的。对那些有理的人一定要帮助，伸张正义。那我们每年呢，基本全县上那个纠纷呢，基本达到3000件左右，总也不闲着。我最多的一年是2012年，我那一年下乡了102天，真是有点跑过来了。为了更好的为群众服务，2014年的12月24号，我们彪哥法律服务团队就正式成立。包括我们的律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、基层人民调解员，现在是140多人。这个彪哥团队树立个标杆，发挥大家的力量，然后大家有一个向心力，为群众服务的这么一个正能量。也可以找我们法律援助。我本人呢，叫张彪，我自己呢成立一个彪哥调解工作室，就设在福蒙县的司法局那儿。大家有什么纠纷也好啊，有什么不知道的，也可以去直接找我啊。执法部门是一个方面，你要公正执法；再一个，怎么样普法，让老百姓知法懂法，自觉地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司法局的张副局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。彪哥说案例，今天继续。今天彪哥给大家讲的案例是：一尺高栅栏隔断2家亲缘。那么，2013年到2015年，在阜新市广播电台举办了彪哥说案例栏目，讲了100个我们这个彪哥团队亲自调解过的案例，用这个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。这真叫啊，叫邻里相处不容易，别为小事伤和气，遇事需要多考虑，冲动一时毁一世。好，彪哥说案例今天到此
下周同一个时间咱们接着唠。最后我给他总结几句话，是不服调解上公堂，没了土地又赔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最后还落下个不养娘。远亲不如近邻居，和谐才能共富裕。遇事需要多考虑，有理还需重证据。多方调解说和，夫妻握手言和。这都是我写的，我是根据这个案例，然后最终呢也算是一个对案例的一个总结，像评书这种形式似的，他愿意听，吸引观众。所以说，而且呢，这个观众们呢，听了这个案例以后，有很多，他就通过这个打油诗这种形式，他能把这个案例记得很清楚。来到了丰蒙县司法局，30多年吧，36个乡镇，走了300多个村吧，能走了有个250-260个吧村。我处理这些纠纷吧，反正目前还没有失过手。讲道理的人还是多的，这一山一水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路，有感情。还有这个不到2年嘛，我就要退休了，但是只要有事儿也照样，我就成立一个业余的彪哥调解工作室，只要我身体好，我还要继续干。每当这个老百姓送来这个一面面锦旗，给你竖了一个大拇指，说这人好人呐，这就是我的快乐。让群众满意就是我追求的目标，只要群众满意了，我这一生活的就有价值。